Meta 的人工智慧可以把台语用讲的，然后翻成英文，听起来好像蛮屌的哈。好啦，我是 Paul， 周一到周英文一起读。所以标题说的是 Meta says its AI translator can figure out unwritten languages， 所以这 AI 的翻译能够搞清楚没有写出来的无没有文字的语言 unwritten。所以他这里讲的 unwritten 的确就是没有文字哦。那台语有没有文字？其实我看过人家把台语写出来，只是里面就混杂着中文，就是汉字跟一些罗马字、哦、那所以这算不算是一个很有系统的呢？其实我相信有人会觉得是的，因为他们可以写台语或者甚至打台语打得非常的清楚，可在这边他们的立场是没有啦、哦、好 OK， 所以报道里也是说这样子。所以 Meta 就宣布了 Announce on Wednesday， 在上礼拜三他就称第一个 AI Power Speech Translation System For an Unwritten Language， 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它是拿来给你用在一个 An Unwritten Language。 那个 An Unwritten Language 是什么呢？就是下一个接下来说的。 So the system successfully translated the Taiwanese language Hokkien， 所以 Hokkien 就是福建话，简单的说。那豆点又补充了一下，这个 Hokkien 就是主要在台湾有讲的语言。所以这边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重要文法上的观念，就是 speak 这个字的变化变成了 speaking 或者 spoken 的时候到底怎么用。那文章里面说的是 Hokkien 是一个 a primarily oral language spoken across Taiwan， 所以这个它主要是一个口语上的语言，那在台湾是到处都有人说，所以 it's a primarily oral。 所以 primary 它这里不是 primary， 它变成副词 primarily， 所以修饰的是 oral。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他也并不是在完全非常以偏概全的说台语没有文字。但他说台语主要是一个口语上的语言而已。哦、所以 primarily oral。所以有没有文字其实还是有。所以他强调是一个 primarily oral。人家这个语言、哦、用的非常的精准。文字用的很精准。So it's a primarily oral language。那在台湾到处都有人说 ，which is spoken across Taiwan， 所以 spoken 是被动的，所以这个语言被说是 OK 的。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文法概念 ，speak 这个字是动词，你知道就说嘛，那它可以变成主动或被动的形容词 ，speaking 主动的 ，spoken 被动的，分别也可以叫做现在分词跟过去分词。这个观念我们常在复习，说真的。那我就问你了，看你能不能够答我这个问题。我们说啊，我的口语英文讲得不错，所以我的口语英文是我的 speaking English 还是 spoken English？ 那接下来，如果今天是台湾，如果今天很厉害的，我们把英文扶正，然后真的变成了双语国家，哦，双语教育嘛，蔡英文一天到晚在讲，所以我们终于变成了一个讲英文的国家。So are we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or are we an English spoken country？ 所以是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还是 English spoken country， 哪一个？问问你自己，答不答得出来？那如果把这个东西再换个方向说说看，说 ，So Taiwan is a country where English is speaking， 还是 where English is spoken， 主动还被动的？所以这主被动哦，就是很困扰同学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就来揭晓这边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口语讲的英文到底是 speaking English 还是 spoken English？答案是 spoken， OK， 因为这是一个被你讲出来的英文 spoken English， 被动的。那接下来下面这一个，这讲英文的国家，英语系国家是 English speaking 还是 English spoken countries？ Well，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用逻辑去理解，因为这英文好像不是自己讲自己。可是偏偏我们这里用的就是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I guess it's because people there speak English， 所以是主动的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是对的。 OK， does that make sense to you？ I don't know。 那你问我说哈，那 Paul 老师，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合理的吗？ Does it make sense to you？ 那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这几个片语类的东西我已经看了无数次，所以我就停止去质疑他了。说实在，我也没去思考过，因为就是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就是对的， spoken English 也是 OK 的。那最后一个，这个比较简单，这个就讲说，这是国家，那在那个国家里面，英文是被讲的语言，所以的确是被动的。So countries
where English is spoken. 所以这里是有很完整的一个主词动词的结构，说 English is spoken 绝对是正确的，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或许我们没有讲解到它里面的这个逻辑，而事实上我也觉得它没有什么很好讲的逻辑。说实在的，我分析不太出来。那我只能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用法，这样子。OK， 那再往下就是我更没有答案的东西是，接下来我其实没有要讲，可是还是提一下的。今天要是你有个考试，这考试是口说的考试，到底要怎么讲 ？Is this a speaking test or is this a spoken test？ 根据我去找了一下半天，答案是这两个东西都存在 ，speaking test 是存在的 ，spoken test 也是存在的。它有些细微的分别，我就在这里不讲了，因为讲会讲很长，而且身为观众你会觉得很无聊。有兴趣的自己去找找看。OK， 好，它是有小小细微的分别的。那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讲口试的话，其实有更好的一个说法，就叫做 oral test， oral exam。我们刚刚有看到 oral 啊，对不对？他有说 Hokkien 是一个 primarily oral language， 所以 oral 这个字也就有讲话的意思，可是它也有口腔的意思。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下午要进行一场口试，你能不能说 oral test 或者 oral exam？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今天下午你要去检查牙齿，然后医生要帮你检查口腔的健康，你能不能说那是一个 oral exam？ 答案是也可以。所以 oral exam 这个字，它既可以是口试，也可以是检查口腔健康。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躲开这个，就是我既然两个都可以，难道没有一个更 precise 的 term 来去讲其中一个就好了吗？我 yes yes， 如果你这样讲口腔检查、牙齿之类的话，你讲 dental exam 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误解了。OK，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我们讲 oral test、oral exam 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把它理解为是口试的，口试的。只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你会思考一个问题：嘴巴上、口头上的有这么一个词叫 verbal，verb 这个字其实是英文的动词的意思啊，所以像例如说，爱是一个动词 ，love is a verb 啊，弹钢琴的弹是一个动词 ，play the piano，play is a verb。OK， 所以 verb 这个字有动词，那 verbal 翻译成口语上的，所以口头上的承诺，我们叫它 verbal agreement， 口头上的。那有没有叫 oral agreement？ 没有，我们就是 verbal。OK，verbal agreement。所以有没有 verbal test？ 没有。为什么没有？我解释不来。Verbal agreement 很 OK， 但是 verbal exam 就没有。OK， 至少我没听过。那 oral exam 有没有？就是有。OK， 好，所以可能我今天没有讲解到什么，我只是就介绍一些英文很就是会看到的一些词汇给你，好，你就把它吞下去吧，或许是。OK， 那我们再往下讲，就是 oral 这个词还可以用在一些其他地方，像比如说你应该听过什么叫做口述历史。那它就叫做 oral history， 没有错。像可能一些部落，长老能够把故事传下来，我们称那个叫做 oral history， that's fine。 那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变化，就 orator，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能言善道，很会公开讲话的人。 So a public speaker， especially one who is eloquent or skilled。 所以演讲家，就是 orator。 可是也不要把它误会成另外一个字，我们也很熟悉的叫 narrator。Narration, narrate， 这个叫讲故事，所以我们讲说一个影片、纪录片的旁白或之类的，这个叫做 narrator， 跟 orator 又不一样。orator 是很会讲话的人。好，所以今天算是介绍一些词，说实在的，但我们把刚这边看能不能再读个几段好了哈。所以他能够把台湾的这个 Hokkien 翻译成英文，还蛮酷的，是有影片的哦。他真的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其中一个这个工程师。就是我们台语的这样子，那他真的就会讲这个我们的闽南语，我们台湾台语。那他跟 Mark Zuckerberg 就真的两个人互相，一个讲台语翻成了英文，一个讲英文翻成了台语，然后互相可以沟通。当然我相信他们讲的话先前一定是套好的，那也成功的套出他是正确的翻译。不过看起来是蛮 amazing， 就是有兴趣的自己去看。所以多读一段给你看。So the translation system is the first milestone for Meta AI's Universal Speech Translator Project,
which focuses on developing AI systems that provide real-time speech-to-speech translation across all languages, even primarily spoken ones. Cool. 所以这个系统，这是他们第一个里程碑 ，the first milestone 里程碑。那他们认为他们在做出的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啊、就是普世都能够使用的，是一个 Universal Speech Translator Project， 所以它叫 UST 这样子。那 focus 在发展出一些系统，它能够即时的翻译，所以即时叫 real time。如果你对游戏是有任何熟悉度的话，讲说有一种游戏叫即时战略，所以就叫做 real time。所以给你一些 real time 的 speech to speech translation， 它强调是 speech to speech， 为什么？就是讲出来的嘛，所以不用写，你只要讲，它就能够直接在、欸、另外一边的 output 也是 speech， 蛮屌的。那它强调是 across all languages， 所以什么语言都要能够做得到，最好是。说真的这句我不相信，但希望几年后能够有长足的发展。所以他说甚至强调 even primarily spoken ones， 所以这里的 spoken ones 跟我们刚刚讲的逻辑是一样的，就这些是讲出来的语言而已，所以不见得是有写出来的这样子。好 cool， 或许今天这篇小无聊，但无论如何我们讲完了。那我们主要讲的是前面 speak 变成 speaking 跟 spoken 的这两个主被动的这个变化的部分。好，希望能对你有点什么帮助了。好，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